对周柯宇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高冷啊，还蛮难接触的一个人。后来慢慢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孩，18岁，蛮符合他年纪的，没长大。用自己的方式为周柯宇做一件事，你会做什么？每天我们去那个训练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也会拍摄嘛，或者自拍什么的，肯定要是要上个底妆的，对吧？他每天早上起来，自己选的粉底色号太白了，整个上脸就是一个灰调，给他化个妆吧。你有什么生日祝福送给他？哎呀，这个大傻子。我有什么生日祝福送给他？没有祝福，只有礼物，到时候他就可以收到我的礼物了。